房间，你原本是属于我的，只属于我，属于你。安麦拉，你信我吗？我们交情深厚，自然是信你。你来北轩和亲之前，曾被凯尔比催眠，忘记了与我相恋的往事。你若愿意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王府。啊，这都说什么胡话？你不会是中邪了吧？我仆固云斯对天起誓，所说绝无半句虚言。你说二哥催眠我？不可能，二哥没必要催眠我。和亲之事，是二哥说服了我，我心甘情愿来的。你能心甘情愿，那是因为你忘了我。没有啊，我分明就还记得你。你记不清谁教你同放三箭，那我便告诉你，同放三箭的手法，只有我仆固一族才有。可能的确是你教的呀。哎呀，这些日子在北轩，我遇见了太多新奇的事情，着实费脑子，记不清从前的事情，也正常嘛。风儿出生，你同样也不记得我在场。但你想想，以你在西月的处境，怎么有条件照料风儿？自然是由马场的人照料。是我收留了他。风儿天生羸弱，要不是有专人精心照料，肯定夭折。安麦拉，你不觉得不对劲吗？你的记忆出现了偏差，而且所有的偏差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少了我。这把你还不是手的弯刀，你可记得是如何得到的？我来告诉你，这弯刀是定情石，我作为信物送给你的，与我腰间这一把是一对。
在西院，男女互赠成对的弯刀，是生死相许的意思。这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云四，这些日子因为李谦的缘故冷落了你，的确是我不仗义。但你也没必要故意编造这些呀。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，唯独你不行。你至少得给我证明的机会。我又不是没有见过失忆的人，我知道那是什么样子。我没有失忆，我没有。不管你怎么否认，真的嫁不了。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。一定。抓不住逃不出的影子。白了。云四哥哥。留名青史。我不顾云四。今时今日，对天起誓，永不相负。今时今日，对月起誓，永不相负。安排了，你全都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终于都想起来了。云云，我要回家。安白了，我现在带你回西院，我们这就走。若再敢动他一下，本王便要你的命。王爷，我要回府。好，别怕，我这就带你回去。怎么了，明月？可有哪里受伤，哪里不适？赶紧告诉本王，你是不是？以前我好像和你一样，失去了一段很重要的记忆。现在脑中很乱，你无法将残存的景象拼凑完整。王爷，我现在脑中很混乱，我要想起来，立刻想起来。你既可以用催眠术助本王恢复记忆，按理你也可以帮助你自己啊。